让我们 call 个六六六好不好？哦，好，好嘞，好嘞，好，看我们 call 个六六六啊！哎，有没有发现，其实我跳舞很少跳起来啊，就是做跳的动作，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做跳动它需要比较大的空间。再一个，有没有发现大力跳古典舞的啊，都是这种裙子，这种裙子特别容易踩着脚，稍不一留神就踩在裙子上。咱就说裙子好看啊，但是裙子真的还是挺局限的。来，我们上一个福袋中奖了的扣一波一啊，上一个福袋有多少，有多少幸运观众中奖，有多少幸运观众中奖啦，我看一波中奖了扣个一。主播这在哪里？我们是在成都的海极地海洋世界，不应该说海洋公园啊，海洋公园显得没有那么高端啊，我们在极地海洋世界啊。海昌世界，成都海昌世界海洋基地。好，来吧，家人们，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起来。海昌极地海洋世界，哦，好的，好的，好的。海昌极地海洋世界中奖啦，是吗？与鱼共舞，看到那些鱼了吗？你们要不要看一下鱼啊？给你们看一下鱼好了啊，看一下鱼。来，我让开，我让开，给你们看一看鱼。看到了吗？看到了吗？看鱼，看鱼跟大力啊，鱼跟大力一起看，好热好热，跳了，本来今天还挺凉快的，然后一跳舞就特别热。感谢我闲庭阔步的大相貌，灯地址在哪？你百度地图搜一下就知道在哪了。感谢我酱油老板。来吧，我们还想在海洋馆里看看看大力跳什么。哎，我们今天没有带灯牌的家人们刷屏刷的好多哟，我们把灯牌加一加好不好？左上角点击关注啊，马上到五点了啊，五点钟我们打人气票哦，五点打人气票，我们先把关注点一点啊，点击左上角的这个关注啊。都看到我出汗了，对对对，我出汗了，好热。不是酱油老板，是来杯茶。哎，对，多了一个老板，多了一个杯，多了一个茶老板。酱油老板和茶老板，现在有两个老板。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大力的直播间。大力是一名来自成都的跳舞主播，也是一名专注于丝绸之路舞蹈的主播啊。我们之前其实已经在室内给大家跳了三个月的丝绸之路的舞蹈了。从下周开始呢，大力就会从一名舞蹈主播转变成为旅游舞蹈主播，带着大家啊一起去领略这一路丝绸。这个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好玩的、有趣的、快乐的、美的、好的与不好的事情啊，都希望可以分享给大家。所以呢，我没有给大力点关注的，我们记得左上角的关注要点一点啊，左上角的大那个奥大力的关注。就是大家在家看我每天带大家去哪玩就好了。看嘛，我们这周本来是在欢乐谷，然后今天又带大家来到了海洋公园。当然啊，我觉得就是我到时候如果是喜欢大力现当代舞的，我到时候会找一个漆黑的夜晚啊，然后我们布一个那种很 emo 的场景啊，不行，不能 emo。
和那种很温情的场景啊，然后给大家在户外跳现当代也是可以的啊。欢迎我王阳公子，来吧，继续给大家跳个舞，我们点赞不要停好不好，我们把赞不要停啊。敦煌，敦煌，我要去敦煌了，我可能下周我们就到敦煌了，下周咱们就到敦煌了。你现在静音，好的好的，我们还有12分钟啊，12分钟我们开始打人气票。甘肃必须要来，甘肃下周就要来了啊。我们喜欢大力的可以加一个会员群，我们在会员群里面会告知大家的，就是大力每一次的行程，然后站点和路线啊。就那个吧。我们下一个舞给大家跳一个云燕吧，跳一个云燕送给大家哦。我们点赞不要停，点关注也不要停，好不好？关注不能停哦。一支云燕送给大家哦。Yeah.
哦哦哦，来，我们喜欢大力的，我们把左上角的关注点一点啊，左上角有一个关注，我们把左上角的关注点一点。欢迎老乡，大家没有很期待吗？下周会跟大力一起见证一件疯狂的事情。大家没有很期待吗？有没有很期待？我是很期待的啊！我就是虽然我觉得就是这次走户外丝绸之路啊，包括我前期准备的事情还真的很多。然后这两天，我跟你们说，就是昨天熊二那个盯完我直播的那一瞬间啊，他捂住自己的胸口说啊。我快心梗了，不行，我快心梗了，因为这两天就是真的啊，我们真的都非常累，非常辛苦的去准备这一次丝绸之路的旅行，因为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啊，虽然它很疯狂，但我们都是很全力的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能够给喜欢我的家人们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体验。所以其实大力呢，包括了解大力的家人们都知道，大力其实是很用心的在做内容，在做那个直播的内容，因为其实不管是跟大力聊的比较多一点啊，就知道其实我们前期的设备的搭建调试，每一次下播之后的收拾复盘，以及我们后面走丝绸之路的规划啊，然后这些东西是非常耗时间非常耗精力的。我不能说就是大力的直播做得有多么好，但是我很对得起我们自己啊，很对得起我们自己，觉得因为我们真的是很用心的在准备不一样的直播内容给到大家，所以我们其实如果认可或者是真心喜欢大力的，一定要给大力点个关注啊！这两个多月其实对我们整个团队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要克服身体上的疲劳，然后克服精神上的一个疲劳，然后以及在直播间面对镜头，然后包括还有就是要面对实时情况，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数据它确实在一直往下降，然后跟我们之前室内直播的这个数据比起来它降了很多，那其实我们就要克服这些心理的压力，持续的顶住这个压力，给大家创造更好的直播内容，因为我相信只要坚持就有奇迹，何况大力出奇迹呢，是不是？哇哦，谢谢，感谢我佩佩的私人飞机，谢谢我佩佩，感谢我佩佩，欢迎我的轩总回家。是哦，对，倒计时六天，可能应该六天我就已经在路上了吧，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见证啊，大力从一个舞蹈主播转变成为一个旅游舞蹈主播。好，我们还有四分钟开始打人气票哦，好不好？左上角的那个福袋大家可以去点击领取。左上角的福袋大家可以去点击领取一下啊。来，我们继续给大家那个跳跳舞啊，继续给大家跳跳舞，好吧？我们今天都跳一些温情的舞蹈，好吧？今天冷，但是我很热，哎，我很热。我特别热。我们来跳个《青玉案元夕》吧，好不好？我们跳个《青玉案元夕》。青玉案元夕。
这是哪？这是在成都的海洋公园呀，成都的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哦。来，我们跳个青鱼暗元戏啊，一个可可爱的灵鼓舞啊。然后今天仙女来到了龙宫给大家跳舞的。有看到上面那些鱼吗？有没有看到？找到了吗？ OK， 好，来给大家跳青鱼暗元戏。我神魂颠倒，走路的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在尖叫，荷尔蒙的爆发，因为来吧，我们觉得好看的啊，扣一波好看好不好？觉得好看的，我们扣一波好看。五点啦，我们开始打人气票了，家人们，我们开始打人气票了。好，我们刚才点击小黄心有一个助力打榜，点击助力打榜，然后有一个邀请助力。把这个链接分享到群里，大家相互点击一下，一个人可以有五个人点击啊，然后每个人也可以分享五次，也可以点别人五次，可以得到更多的免费人气票哦。我们把免费人气票打满之后，我们可以打一下付费的人气票。付费的人气票，我们600张人气票就打满了，可以打600张人气票。好，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花多长时间可以有100人助力啊？我们看一下有多长时间可以有100人助力。左上角的那个福袋，大家可以领取啊。我们有条件的打满600张人气票。我就要说话啊，我就喜欢说话，不像你是个，你是羡慕我会说话还是嫉妒我会说话呢？啊，
你是不是羡慕我有一张嘴啊？你没有，如此嫉妒。来，我们有条件的把600张人气票打满哟。急死他！来，左上角的福袋啊，左上角的福袋，我们现在人气榜第15名。我们有免费人气票的，免费人气票走一走，然后我们有条件的把600张人气票打满。我们还差3000的人气票就进前十了啊！还差3000的人气票就进前十了。我们有没有人可以把这3000？我们加一人众筹一下，众筹一下，众筹3000张人气票。欢迎小月半老师。好热呀！今天这么冷，然后我跳几个舞就觉得好热。欢迎我一哲，一哲我都没发现你来，真的在，哎呀呀呀，我退出去。这个在户外啊，真的是在户外，有的时候看不到大家的评论呀、刷屏啊什么的，大家也多多包涵喽。好，我们打完人气票的，可以把你们想看的舞蹈打在公屏上。或者是想看的跟海有关的歌曲啊，然后我们都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现在人气榜进前十了，家人们，今天第10名啊，我们保住这个名次好不好？保住这个名次。好，我们现在免费人气票，免费人气票都要丢进来啊，然后有条件的我们打满600张。感谢我 EL 小仙女，谢谢 EL 小仙女。来，我们有条件的把600张人气票打满，谢谢我迷茫的人气票。大莲花什么大？想看大莲花是不是？好，那我们一会儿跳个赞歌啊，我们在龙宫里面给大家跳赞歌，来自龙宫的祝福。好，继续点点赞啊，然后我们跳赞歌。来吧，来吧，我们就直接给大家跳这首赞歌好不好啊？一首赞歌送给大家，我要把我的大莲花拿过来了，然后在龙宫里给大家送祝福。找到了，对呀，大家点点赞，哇哇哇！南巡，南巡是个小是个小仙女吗？我现在好希望小仙女多一点哦。欢迎凡凡，新子傲啊，跟我有一个字一样的。欢迎我萨姆，长大了吗？噔噔噔。欢迎我黄花瘦，家们，我们现在能打人气票，能把人气票打一打。来，我喝一口水啊，家们。我喝口水啊，喝口水。我会比更高的limit，I just can't
fucking believe we made it。白天在上海，晚上去北京，忘记了枕头里温存的 lady。在我这只有一定没有 maybe， 所以我 work 点，绵绵 work， 从哪没卷走，我最大的赢家，我最笨的选手，我清醒的脑袋，我带自己的拳头，装也套套，我必须用钱走。Rapper stay capping the talk like fuck you talking about， 他们还不够格让我有 chuckle like wipe my crooked crooked park it out tears。哦，我来了，我来了，我们发一个福袋，我们发一个福袋。想法尽量别写脸上，别让别人猜透你。住 CDC 高兴去 like a prince， 不稀罕 battle。还有办卡的吗？抓紧！真的，你看，你看，你看，大力的家人们都就是帮着大力喊办卡啊，办大力的会员卡，那不吃亏的啊，咱就是说真的不吃亏。我们现在35名会员啊，我看多少，什么时候我们能到第40名会员？这是龙宫吗？这当对呀、啊、对呀、啊，你猜得非常正确啊，这就是龙宫。我们现在是在成都海洋极地海昌公园，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啊、这首歌也好好听啊，好好听，这首歌好好听。谢谢谢谢我老乡的花开来慢，谢谢我老乡，老乡办个卡不？老乡，老乡办个卡呗。啊？这是什么奖品？还没有拥有那种力量，于是你开始选择与现实做对抗，开始不断提高歌词的含金量，每天忙想到韵脚还有 flow 是欣赏，却发现这么个努力根本不能同类。好，我们抢到福袋的，床上望着天花板，回自己的经历，说自己也能做出让父母骄傲的成绩，而现在你却不知道应该如何继续，一个人孤军奋战到底怎么解决。 OK， 好，家人们，福利来了啊，福利来了，我们准备了一份小礼品，看没有，然后里面是一个，是一个那个电动牙刷啊，是一个电动牙刷，我们今天准备了个小礼品，是咱们海洋公园啊，是咱们海洋公园赠送了大家，赠送大力的粉丝三份小礼品啊，我们抽中福袋的，是抽中福袋吧，啊，我们福袋结束过后，加了大力灯牌的，并且能够在评论区准确的说出大力现在所在的哪个地方，然后我们就会给大家寄这个。好，限时3名啊，只有3名啊。福袋结束过后啊，我们还有8分钟啊，福袋结束过后，只要你能说出大力现在直播所在的这个地方的完整的全名称，我们就最先啊，最先然后送出3名。要福袋结束过后啊，一定要加灯牌啊，我们只看那个加过灯牌的家人们啊，福袋结束过后我们开始抽奖，然后现在呢大力给大家跳个舞吧，我们还有7分钟，来一首赞歌送给大家。Thank you.
为云覆手为雨金盆洗手。好热好热，跳得我好热呀，好热呀。家人啊，福袋还有两分半结束啊，还有两分半结束，没有加灯牌的我们赶紧把灯牌加了啊，我们马上就要送奖品了，马上就要送奖品了，看跟着大力，跟着大力，每天还有奖品送，每天还有奖品呢，开不开心？还有什么理由不加入大力的大力的粉丝团呢？我们把粉丝团灯牌亮一亮。哇，好热好热，我喝口水啊，喝口水。加灯牌了，我们抽海洋公园的奖品喽！最后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啊，嗯，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因为我觉得每一次直播的话，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力啊，大力是来自成都的跳舞主播，也是一名专注于丝绸之路文化的舞蹈主播啊。然后我们之前呢，其实是已经在室内给大家跳了将近3个多月的丝绸之路的舞蹈，所以呢，在这个时间点，大力想从室内走出来了，真的带领大家去感受一下丝绸之路这一条历史古道上面的好玩的、有趣的，包括去探索一些属于他的新的舞蹈感觉给到大家。我们大概的出发时间就是在下周三或者是下周四啊，我们就将开车啊自驾前往敦煌的路上了。为什么灯黄会为什么灯牌会灭？如果你3天不来直播间不续灯牌的话，它肯定就会灭了呀，是不是？谁一颦一笑摇曳的幸运，不，这次是专门为了直播啊，不是旅游，是专门为了直播然后去跑的这一趟丝绸之路，是真心很想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直播内容啊！去跑的这一趟，我们还有10秒啊，我们还有10秒，那个福袋就要开了。好，福袋开了，好 ，OK， 好，来，在公屏上打出大力现在所在直播的位置的全名。我数3、2、1，开始哦，3、2、1。OK。自然然心语流向后人去。是数列豪杰，功过有几许？我今生何求为你 ？OK， 好，我截屏完了啊，截屏完成了。截屏，好，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看一下我的截图。南巡啊，南巡，然后这个叫什么 ？Kitten， 南巡。然后还有这个开腾啊，好像，然后还有一个是哎，这瓶没有哎，一笑而过啊，成几点啊，他没有打对，不是啊，一笑而过没有打对，我们再来一次吧，还差一个人。好，我们刚刚那个南巡还有那个 Kitten， 然后可以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啊，你们的联系方式就是电话、邮寄地址、姓名这3个信息私信给我的那个抖音号啊，然后会有海洋公园的人去给你们寄礼品啊。
啊，就是直接发一条私信就可以了哈。嗯，来，还有一个，我们重新抽一下。我说三二一之后开始啊哈。来，三、二、一。OK， 好，这个礼品是给到萌啊，这个礼品是给到萌啊小仙女的。OK， 好的，萌啊小仙女啊。好，今天这个是第一轮抽奖啊，然后刚刚才跟我说，我们今天还有第二轮抽奖。我们还有第二轮抽奖啊，所以刚刚的三位小伙伴把你们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邮寄地址啊私信发给我啊，会有海洋公园的同事帮你们去寄送这个礼品。炮弹鱼的抱枕，哇，我们第二轮抽奖的奖品是那个炮弹鱼的抱枕哦。有没有人知道炮弹鱼长什么样子的？有人知道炮弹鱼长什么样子的吗？我也不知道呀，关键是它长啥样了。来，我们有没有懂的人啊？咱就是说，大力的直播间有那么多舞蹈家，那么多就是 Tony 老师，那么多美妆达人，有没有就是海洋生物学家呀？来科普一下炮弹鱼是什么？炮弹鱼是什么鱼啊？我们抽奖的时候点赞不要停哦。好，我们下一轮的，我们现在人气票第三十名，家人们，大力都发福利了，你们可不可以把人气票打满啊？我们能把人气票打满的，把人气票打满啊，600张人气票打满。怎么现在人气票动都不动了，家人们？我们把人气票走一走啊，我们把人气票走一走。我们今天的人气票，如果是说超过十万票啊，超过十万票，我们就给大家第二轮抽奖，好不好？超过十万票，我们开启第二轮抽奖。我们现在才4.2万票。我手上的啥？手上的是第一轮抽奖的奖品啊，第一轮抽奖的奖品。好，把它放走了。第一轮抽奖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手上有人气票的，人气票送一送。我看那个鱼长什么样啊？他是不是拿过来了？啊？我是混蛋，那个鱼长什么样啊？来看一下这个鱼长什么样。这个就是炮弹鱼，看没，炮弹鱼长这个样子，这就是炮弹鱼。炮弹鱼啊，家人们，我们人气票不要停啊！我们今天人气票过十万啊，人气票我们打到十万，给大家来第二轮抽奖，好不好？好。我们还有一个奖品，就是这个行李牌，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的行李牌。好，你看啊，大力的直播间有舞，有美景，还有奖品。好，我们把灯牌加一加啊，所以把灯牌加一加，关注点一点。我们想要那个刚刚那个炮弹鱼炮抱枕的品，来公屏上扣一波一，好不好？公屏上扣一波一。想要那个炮弹鱼抱枕的，公屏上扣一波一。
神魂颠倒，是你踩碎我的解药，全都没关系。We just can't make it。我神魂颠倒。我看有多少人，多少人想要这个抱枕啊？这么多人吗？这么多人吗？哎，屁屁你来了是吗？昨天你看到屁屁跳舞了吗？屁屁看到屁屁跳舞了吗？昨天你有没有看到屁屁跳舞？我们点赞不要停啊，家人们！今天的点赞好慢哦，我们点赞不要停。点赞不要停，家人们。好，然后我们人气票的人气票，我们现在还有半个小时呢。人气票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啊，我们能打二十张的，我们就打二十张，好不好？我们一级灯牌打满的话，就是二十张人气票。然后有条件的，我们把600张人气票打满，好不好？二十张人气票也就是2块钱啊、哦，就是2块钱。来吧，那就继续给大家跳一个舞蹈，好不好？给大家继续跳一个舞蹈，然后大家把手上的人气票走一走啊，手上的人气票走一走。谢谢，感谢一枝花的人气票，谢谢一枝花儿。来吧，我们跳一个这个吧，我们在龙宫里面跳山楂梨是什么感觉呢？我们来一个龙宫的山楂梨好不好？一首山楂梨在龙宫版本送给大家。不可光荣，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
感谢感谢我星辰的花开烂漫，谢谢我星辰。我昨天还问你，星辰，你为啥要改名字啊？啊，改为什么为什么要改成这个名字？我本来想就是你说好玩，但是我在想，好玩的名字有很多啊。王阳的王阳公子，感谢我王阳公子600张人气票打满。嗯，高都，刚才有人夸大力的肱二头肌了。啊，天哪，那他一定是一个有品位的人啊，一定是一个特别有品位的人，知道我这个肱二头肌，那简直了。说这大力不是白叫的啊，咱就是这么来的。打高都三个。嗯，欢迎我鸭梨儿，欢迎我西安名车公子。噔噔噔噔噔噔，你就等着这句话。好，欢迎听月真。我们现在人气票动一动，家人们，人气票打一打呀，人气票走一走啊。我们现在95个人助力人气票，我们还差5个人满100个人，还差5个人满拿到100个人啊，满100个人，我们再来5个人，一人一张人气票。能不能再多看我一眼，我就会满足。That's alright。好，再来5个人啊，一人一张人气票。我们人气票，我们现在直播间100多个人啊，一人一张人气票，我们走一下。打满的就不用了啊，我们现在没有打人气票的，我们把人气票走一走。感谢青红，谢谢莫道，莫道人气票，谢谢萌啊，谢谢西星，谢谢3000多万，感谢207。人气票，人气票，人气票，走走喽！人气票走走了啊！人气票走起来！我们现在101个人助力了，家人们，我们再往150个人冲一下，好不好？150个人冲一下，我们现在排名还是第29名，没有变。谢谢我西安名车100张人气票，感谢我西安名车。屁屁，你都这么舍不得开个会员吗？你开个会员呗，你都跟我家屁屁一个名字了，你都不舍得开个会员吗？快把会员开起来。下次是什么时候？为啥老要下次啊？人生有多少一个下次？你这次把它开了就好了。感谢我 K800 的人气票。怎么开会员？点击我的头像，然后有一个会员，然后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开了。啊？啊，如果你没有重新更新抖音的话，可能看不到，需要重新更新一下抖音才能看到那个会员入口。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来，我们要有条件的要支持一下大力啊，毕竟咱们就是这一次走户外啊什么的成本呀、啊、然后各种精力还是挺费心的、啊、所以我们有条件的希望大家还是能够支持一下大力。谁说污泥吗？水底世界。对，这是在那个南宫不是龙宫啊，龙宫。感谢我南巡520，谢谢我南巡520张人气票。没有，这是在那个海洋公园啊。哎，我们马上又要抽奖了，家人们，我们打完人气票抽奖啊。我们把人气票打完，然后继续给大家抽奖。我们现在没有打人气票的，帮大力打一下人气票。
感谢我 K80 的人气票，谢谢我耿耿于怀的520。他们说要戒了你的狂，就像擦掉了污垢。谢谢瘦号的人气票。要顺台阶而上，而代价是低头。好，我们准备跳下一支舞蹈啦，准备跳下一支舞蹈了。下一支舞蹈有想听的歌，可以打在公屏上啊。哎，哇，一枝花开通会员了，哇，欢迎欢迎我们第36名会员一枝花，欢迎一枝花加入大力的会员。咱们还有没有要办卡的呀？我们赶紧把卡办了呗。家人们，我们把卡办了呗，把卡办了呗啊！因为这次思路上面的很多很多好玩的事情，还想跟我们的会员朋友，跟支持大力的会员朋友们一起去分享。好，我们现在还是先打一下人气票，打一下人气票。你就抠吧。你就抠吧，屁屁，你就抠吧，你就这样抠吧，太狠心了，你是一个狠心的屁屁，太狠心了，我只能说你。什么？昨天的屁屁是很给面子的，然后就那个还给大家跳了一支舞。香菜你也开个会员呗，香菜你也开个会员呗。我也感谢望星月的人气票，谢谢望星月的人气票，感谢丫丫，欢迎入团，欢迎大家入团。感谢用户532的人气票。来，有想听的，有想看的舞蹈，然后可以打在公屏上。欢迎浪子，欢迎香香。我们现在有办会员的，可以办一个会员哦。欢迎入团，感谢旅行诗人的人气票。我们现在一张人气票也是人气票，我们现在人气榜第25名了。人气榜第25名。感谢关注，感谢好好生活的人气票。这凉快不？这还挺凉快的，就是有的时候跳舞跳得比较热。我随时准备好迎接这场较量，你不用聪明，虽然已经很聪明，在不一样的时间和你看一样的风景，你不用假装，其实你不用假装。我们跳个那个吧，来，想看那个莫高窟的扣个一，然后想看一梦敦煌的我们扣个二，好不好？莫高窟一，然后一梦敦煌的我们扣个二。你是钢琴上的36个黑键，你的出现天。好，没有加灯牌的，我们把灯牌加一加。的老唱片，罐头又保质期。感谢朵朵的人气票。你问过5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莫高窟一，一梦敦煌二。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我们没有交灯牌，把灯牌交一交哟。So what about you？ 莫高窟一啊，一梦敦煌二。我是一个被你变忧郁的小丑 Oh yeah， 每天都有情话想不想听 Just tell me。 感谢贺的人气票。我们现在还有可以打满600张人气票的吗？我们可以把600张人气票打满吗？可以打满600张人气票吗，家人们？你们贪心，先选嘛，先看你们想看什么，想先看哪个而已。
二多是吗？因为我觉得啊，那我们就给大家跳个二吧啊，我们那个人气票不要停啊，人气票不要停好不好？我们现在第26名，有条件的我们可以把600张人气票打满吗？我们打满600张人气票好不好？把600张人气票打满哦，来吧，一首《一梦敦煌》送给大家。我们现在还有对啊，我一个五一个五点了9000赞，是因为萨摩来了吗？萨摩来了，一个五点了就可以有这么多赞。欢迎我萨摩回家，欢迎大家来到大力的直播间。来，我想看一下第一次来到大力直播间的扣一波一啊，我想看一下100多个人第一次来到大力直播间的人有多少。我认识的人都是这么说的，我真的，你仔细想想看 rap star 过的生活，他不可能会爱你这么深。这都4级灯牌了，你说你第一次来到大力直播间，我要信你哦。我想要跟他单独约会，和他面对面，他看着我的时候我什么都听不见。你这个笨女孩，他不可能奔着你来。欢迎大叔。甜蜜的情话，他不知道给多少女人说过，真我错，我怎么？这是哪里？这是在海洋公园啊，哦，这是在龙宫。他难道不觉得他身边的妞丑吗？在龙宫里面。问他会带谁走呢？反正是替补球员，而我才是首发。我要轻易相信他们说我是。我再跳一阵，我就是奥小丽了。没有没有，我的力气是越来越大了啊，我力气是越来越大了。我是龙女，小龙女，龙王，龙王当然是在他的宫殿里啊，当然在他的宫殿里了呀。来吧，我们没有交人气票的，免费的人气票，免费的人气票，再教一下大家怎么打，点击小黄心啊，我们左上角的这个小黄心，助力打榜。然后就有免费的人气票，我们可以先把免费的人气票清空啊。如果想得到更多的免费的人气票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助力打榜，把那个链接分享到群里，大家相互点击一下，就会获得更多的免费人气票了。
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一级灯牌的可以打满20张人气票，三级以上灯牌的话，我们打满600张人气票，好不好？感谢我一枝花的人气票，欢迎大家入团。感谢我小五哥的人气票。保持绝对的尊重，感谢你给我灵感，让我歌词写更生动。你可以装作我的助理，私人助理，我的感情问题全都。对，我明白大家什么意思了啊，就是人气票只有抖音 APP 有啊。如果你们是从火山或者是从那个头条的入口进来的话，可能就没有。嗯，它是必须要抖音的 APP 才有人气票。来吧，那再给新朋友们介绍一下吧。大力呢是来自成都的跳舞主播。我为什么要叫奥大力啊？我再解释一下，因为主播就姓奥，力气很大，人又很大只，所以我叫奥大力啊，这是我的名字。我是一名专注于丝绸之路的舞蹈主播。因为我们懂喜欢历史的人可能会知道，丝绸之路其实它不是一个历史很久远的一个课题，它只是一个距今只有100多年的一个新课题啊。我因为喜欢敦煌舞，所以爱上了丝绸之路。那其实我们会从下周的时间带大家一起从线下，从成都出发，我们会一路自驾到敦煌，然后再从再沿这条线，我们会经过阳关、玉门关来到西域啊，然后会给大家带来属于丝绸之路上这一路的美好，然后包括它的文化、它的风景、它的舞蹈、它的艺术、它的人文。大力都希望通过这2个多月的时间能够分享给大家哈，我们一起探索一下这一条路上的神秘。所以我没有给大力点关注的，我们把关注点一点好不好，把那个左上角的关注点一点，没有加灯牌的我们把灯牌加一加。每天的5点到6点是大力打人气票的时间，我们一级灯牌可以打满20张人气票，三级灯牌以上的我们把600张人气票打满。来吧，哎，我看一下我们会员有多少人在啊？我们会员有多少人在？我们会员扣个一，会员扣个一。我们那个吧，这样吧，我感觉大家就是参与这个抽奖也不是很积极。我看我们现在有多少会员在，我们这个奖品送给会员。我们这样，这轮抽奖我们送给会员。我已经在你家楼下，让我做你的欧巴。对我来说你太神奇，彼此犹豫 right with me。 好，看一下有多少会员在啊。你让我想唱 R&B， 阿比在夜叫在夜店，追寻你的轨迹，不用为我做任何改变。啊，这一轮抽奖我们送给会员朋友们。Baby 让我做你的莎士比亚，对你说过的话难道绝对算数，把你变成诗歌写的笔下。 Yeah，好，欢迎大家来到大力的直播间啊！我们没有点关注的，我们把关注点点。感谢二姐夫的人气票，谢谢啊！我们现在给会员抽一次奖啊！我们那个叫什么鱼？炮弹鱼啊，来，我们炮弹鱼的抱枕，我们给会员朋友们抽奖哈。然后我们那个旅行，还有刚刚的另外一个礼品，就是那个行李箱贴，然后我们给那个加灯牌的朋友们。欢迎入团，感谢大家入团。
欢迎大家入团，欢迎浦东会更好，欢迎浦东公子，浦东公子在直播间停留一会儿呗，我们马上抽奖了，马上抽奖了，欢迎大蘑菇。对啊，我们会员把表情包刷起来，我们这一轮抽奖先给会员，先给会员朋友们抽一次。感谢我萨摩，谢谢我萨摩的人气票。人气票还有最后的，还有最后的三七分钟啊，还有最后的七分钟。感谢欢迎安晨，安晨不要走，我们现在开始那个会员抽奖了。我们现在会员朋友们在群里说一下，在群里说一下，让会员朋友们快进来了。我们现在会员抽奖了哟。欢迎杠。怎么抽？还是打名字吗？啊，就是抽奖方式很简单，咱就是说你们能在那个屏幕上打出大力现在所在地方的完整全称，我说三二一之后截屏啊，然后截到的第一个会员就是我们中奖的人。好，牌子后面抽吧。你看我们的管理，看我们的管理都已经把答案打在公屏上了，你看没有？已经把答案打在公屏上了。我们，打完人气票开始抽奖啊！打完人气票开始抽奖，打完人气票我们开始先抽会员的，再抽灯牌的。还不着急，不着急，打完人气票还有五分钟啊，还有五分钟呢。你们就在直播间看我五分钟不好吗？啊，就看我五分钟。我们现在是7.4万的人气票啊，还有没有人可以帮大力把人气票打满的？一二级灯牌的，我们20张人气票，也就是2块钱就能打满了。然后三级灯牌以上的，我们把600张人气票打满，好不好？600张。咱们实在不行的啊，咱们三级灯牌以上的，实在觉得没什么条件的，你们打个20张也可以，好不好？打个20张，2块钱。感谢我雨辰的人气票。128人助力了，我们还差22个人，还差22个人，家人们，我们往150个人助力冲啊！我们一人2块钱，好不好？1人2块钱的人气票嘛，好不好？这是在哪？这是在你一会儿就知道了，这是在哪啊？感谢好好生活，感谢天鹏。谢谢雨辰，我们最后3分钟了，我们把付费的人气票都打一打，好不好？打一打付费的人气票。欢迎翱翔，欢迎萨摩，还有最后3分钟了，家人们，我们把人气票打起来。感谢一枝花，谢谢翱翔，谢谢西星。灯
牌灭的我们赶紧续一下灯牌了哈，一会儿我们除了我们先给会员抽一次奖，会员抽完奖之后我们即将就会给带灯牌的家人们抽奖。感谢我萨摩的人气票，谢谢我萨摩。感谢洛西的人气票，谢谢洛西。人气票最后两分钟了，家人们，我们还有没有人可以再打一打人气票的？还有没有人可以再打一下人气票的？132人了，我们18个人，我们还差18个人，还差18个人，还差18个人，我们到150人。朱莉，我们有没有18个人可以每个人众筹2块钱的人气票？18个人，我们来众筹一下2块钱的人气票。还有最后2分钟了，家人们。感谢用户202的人气票，谢谢202。最后1分钟了哦，最后1分钟了，家人们。咱们最后1分钟了，人气票不要停了。欢迎春风秋雨。我们有条件的直接上满600张，直接上满600张。感谢50、59的人气票。没有，我跟你说嘛，每次比如说其实每天大力但凡是打满人气票的，大力都会去私信感谢的。大力都会私信感谢的。大姐打满了吗？哎，解绑了吗？解绑了。哎，又没看到。好、哦、多少？137.7万是吗？130个人助力是吗？137。 OK， 好了 OK， 好了，不打了啊，人气票不打了，打完了。来，感谢大家啊，感谢助力人气票的家人们，谢谢助力人气票的家人们，谢谢你们。我们先跳个舞吧。好，先跳一个舞蹈。看一下。Let me check my chest, my breath right quick. He ain't never seen it in a dress like this. He ain't never even been impressed like this. Probably why I got him quiet on his. 我们跳一个，月牙湾吧，好不好？一首月牙湾送给大家。情关慢慢好弯曲，梦想穿过了细雨。
包含了多少的猜疑，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行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有感的泪凝固的一句话，也许可多少的猜疑，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行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有更多来吧，会员表情刷起来，会员表情刷起来，来把那个鱼给我。你的出现让我崩溃，我的心欢迎你光临，没人比你更加般配，在夜里弹奏着钢琴。 You came to me I love you I love your reality
来来来来来，其实我只想累，我的时间贵，但我想把过去拍成电影给你看。胖嫩鱼，400万的玫瑰，会员表情我们刷起来啊！我要看一下，我们那个会员有多少在？像你脸红就是答案，这不是我的幻想，但你美得像星球。会员，我们要来送这个胖嫩鱼了。你的心情就是我的天气，所以最用彩虹。我们要来送这个胖嫩鱼了哟。只需要一个 kiss， 我想知道你的最真的是什么味道，用的什么配套，给我一次机会。好，来。我给很多人发过晚安，我说我说三二一，好不好？然后大家开始打出大力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的全称啊，打开，然后现在说现在所在位置的全称，准备三二一。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好了，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见面。三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这么快。希望下次我能抱你一起两嘴巴。OK， 萨摩手速开始真的太快了。我的双子陪你狮子，七月份的尾巴先能把这萨摩的手速真的太快了。萨摩，这个炮弹鱼是你的啦，萨摩。来，炮弹鱼。不如踮起脚尖来听我讲话，我有很多时间可以陪你长大。我是未来 rap star， 不要接受其他人的表白，靠背我踩在脚下。海洋，海洋馆的工作人员会把这个炮弹鱼寄到萨摩的手中。只要你来，我的小船变成泰坦尼克号，怎样才能被我蒙对？来，我们会员再来一次，好不好？会员再来一次啊！会员再来一次，来准备啊！萨摩，你别参与了，万一你又中了，我们把机会让给其他人啊！来，会员来啊！会员来，准备，打出大力现在所在的位置的全称啊！三。前提是会员啊，三二一。Yeah， 自我介绍累，我的时间贵，但我想把过去拍成电影给你看。400万的玫瑰的浓缩成为一滴花，在太阳光下面太阳都变暗。欢迎你，这一次是。这不是我的幻想，但你美得像星球。在你之前，那我们恭喜欢迎你啊！恭喜欢迎你，可以得到这一只炮弹鱼啊！然后我们后面还是海洋公园的工作人员会把这个炮弹鱼寄到欢迎你的手上，恭喜哦，欢迎你！你可以让给什么？你可以让给 EL 要不要？他想让给你，好啊好啊。那 EL 是不是不在？萌啊，刚才中了一次奖。你可以佩佩还没中奖呢，佩佩在不在呀？佩佩在不在呀？你在香港，香港能寄吗？香港应该也可以寄，应该也可以寄啊，应该也可以寄。我问一下啊，问一下，应该也可以寄。好吧，你别想那么多，没时间和你分担。应该也可以，我到时候问一下嘛。欢迎你，如果是那个他们可以寄香港的话，我就直接寄给佩佩喽。好吧，来最后一次抽奖啊，我们抽一个灯牌奖，抽一个灯牌奖哈。这个问题呢，我想一下啊。好，这次奖品是我们带灯牌的家人们，这是一个行李牌。这是一个行李牌，昨天官方直播间，对，是的，昨天大力是上了抖音直播官方的，所以没有给大力，昨天没有点关注的，我们今天记得给大力点个关注啊。好了，没加灯牌
的，给大家三十秒加一个灯牌，我们开始抽奖了，抽这个行李牌了。啊！我们抽两个，抽两个。没加灯牌的家们，把灯牌加一下哦，加灯牌，然后我们开始抽这个奖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公屏上一打一个一。准备好了，我们公屏上扣一扣个一。Girl, I be going on all these trips, but love it when I'm with you. And you know when I pull up, we settle all our issues. It's Thanksgiving, so you loving on the way I eat that. 如果没有灯牌的话是不算的哟。牌没有灯牌是不算的哟。You know that I need that. You feeling sick from all the motion. Girl, I love it when I'm in your ocean.Touching on you, I swear you got the potion. Loving on you, I swear you got the potion. 欢迎小银匠，好了吗 ？OK. Girl, you got me high, but I ain't smoking. I'ma give you by everything you want. 我们就抽一个了，我们就抽一个了。看大家的这个抽奖热情不是很高，就抽一个了啊！来，直接说出。直接说出啊，现在大力所在的位置啊，所在的位置的全称。三二一，抽奖了。怎么又是萌啊？OK， 又是萌了。好的，来萌啊，后面刚刚第一次好像那个奖品萌啊也中了，是不是？那个电动牙刷萌啊也中了，是你吗？是熊二吗 ？OK， 好，恭喜萌啊，恭喜萌啊，熊二，到时候我送你一个好不好？我送你一个，来吧。来吧，最后一支舞蹈了，最后一支舞蹈了。我们以后给会员福利多一点啊，我们现在加一加会员啊，给会员福利多一点。抽两个，但是现在参与的人太少了。现在参与的人太少了，算了，不抽了。参与的人太少了啊，来吧，跳最后一个舞蹈啊。最后一个舞蹈，跳完最后一个舞蹈，今天我们就下播喽。好，没有给大力点关注的，我们把关注点一点。然后依然小仙女，记得把你的地址发给我，把你地址发给我，然后我马上下播就去问一下他们工作人员。我们来跳一个反弹琵琶吧，我们跳个红音好不好？我们来这个龙宫里面跳红音，来一首红音送给大家。因为这种感觉无法去言语，请接受我对你的治疗，把你外受过的伤口都痊愈。I'm be all night， 我们不用睡觉，直到播放完整个列表。I'm be all night， 让我知道下次你会出现在哪个街角。Let's do this。手浮云，故事一应等谁来听？雪中灵铺微尘灯，歌谣越过重山向月明，流浪的心呀。通往天涯，自在之地呀，脚迈一切放下，弹奏吧，来呀，来呀，爱在酒窝等歌曲，是爱是真是不是你？
好的，那我们今天我们在海洋馆，在龙宫的之旅就到这里喽。在龙宫之旅就到这里了，感谢我派公子，谢谢我派公子。好，然后今天呢，谢谢我的一二小仙女，谢谢一枝花，谢谢欢迎你，谢谢今天所有上榜支持大力的公子仙女们，感谢你们，那我们明天见喽，拜拜。